散发出自己的味道，就散发出臭味。臭味，我们赶快走掉。等一下哦，等一下哦。刚刚还有被攻击啊？不会啊，轻轻的就好了。你的手都把它挡住了啊！它根本就不鸟我啊！它知道我不是坏人。它有动吗？它根本就不动。还活着吗？是个问题。死当然活着。乖哦，哇，头好软哦。他完完全全不想理我。是不是太大颗了？动了一些。不理我，好可爱的！第一次看到毛毛虫是可爱的。它完全不想理我。哦，所以之前我们在换花盆，其实有看到那么大是绿色的。啊，留不多啊。